观光之旅、产业介绍。在台湾，你当真正享受进步佮欢迎的城市生活。24点钟无休困的热闹情调，麦当进入悠闲的古城小镇，漫步在红砖下厝、花粉袅袅的老街，进入时空保护的魔法隧道内。台湾，这有高山，有大海，有溪流，有峡谷，有历史人文，有各种风华。台湾这个小岛内有真侪特别多元的气氛，会当满足每一个旅客无同款的想象。这就是台湾观光产业的优势佮吸引力。无烟筒的产业、观光业，是世界各国拢尽力发展的重点产业。观光人数愈多，旅客停留的时间愈长，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就愈高。根据观光局的统计，来台湾的旅客伫咧饭店消费所占的支出比例达到39.33%，再来是购物支出占33.78%，交通费占8.37%。饭店业真明显是观光发展上直接受惠的族群，同时上中下游观光产业链嘛最得受惠。对2009年开始，行政院将观光旅游列作六大新兴的产业之一。近年来，主要是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东南亚三大主要旅客来源。每一年来台湾的旅客人数嘛，常常创新高。2011年，观光人口的总数已经到了608,000人次，甲2010年比起来，成长了9.34%。伫个国内旅游的部分，嘛对着台湾生活水准高、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青年学子兴起探索台湾的风潮。估计每一年伫个国内旅游以及消费的金额嘛愈来愈多。加上近年来政府积极举办大型的国际性活动，亲像是高雄世文会、台北听众奥运会、国际花博展展，更加提升咱国的观光产业到整体国家形象的新境界。根据世界旅游委员会 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WTTC)， 每一年针对全球174个国家甲经济体观光旅游业经济效益评估，估计台湾2015年的观光产值会当达到$855亿。这些拢充分显示出台湾的观光产业是即马甲未来重要的国家经济实力之一。未来就业方向，台湾的观光产业产值真大，经济实力真强，所以需要更加侪人力投入观光产业。伫就业人口数方面，观光产业对2008年的10万就业人口逐年攀升，但是将相关的周边产业人力需求算入来，按算会当影响超过300万人的劳动力市场。咱将观光产业大概分作旅馆业、餐饮业、旅行社加观光地区四大领域，来观察观光产业的人力需求情形。旅馆业所需要人力，包括服务人员、柜台客户、总铺、餐厅接待、房务、打扫人员者、经过阶层管理甲岗位人员、事务性人员、总务、采购、会计、人事者。餐饮业以服务人员甲厨房人员为主要的需求。旅行业的主要工作区为导游、领队人才、行政票务、业务人员者。亚观光地区就是以导览人员、维护人员为主力的需求。为着协助观光人才培育，因应重点业产业发展政策以及旅客培训计划，新北市政府职业训练中心致力推动观光产业的专业人才训练，
积极开设各种课程，包括各种餐饮课程、观光导览、向导、领队、导游培训这几份课程，并且结合业界的实务技能训练，来培养观光专业人才，投入国内的观光就业市场。在国际趋势之下，学历、证照、经历等于就业能力。证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能力鉴定的主要工具。观光从业者以专业的知识和服务为主要的诉求。其中，以列入国家考试的证照项目包括：导游人员证、领队人员证、餐饮服务技术师证、中餐评调技术师证、西餐评调技术师证、调酒技术师证、烘焙食品技术师证等。逐年拢由政府机关定期办理考试，执照的数量也在稳定成长。也毋过，就算目前政府这份大力培育观光人才，以及各级学校公司相关系数，也毋过严重的人力流动情形，一直是观光产业的隐忧。因为观光产业的工作，甲其他工作比起来，是要了真侪体力甲努力的。唔呐，工时长，重复性悬，菜轮班制。入门的薪资又阁比其他产业较低，除了总铺以外，平均一开始薪水大概拢2万外块。若是爱薪水成长，就需要继续往中高阶层管理职发展，或者是靠着业绩奖金的累积，成为带团的领队，发展专业兼职者。在收入方面，则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拢是目前观光产业人才流动率偏悬的主要原因。观光产业是进入的标准较低的产业，但过后来发展，并未因为安尼就受到限制。重要的是要对这个产业有正确的了解。在服务人的观光产业中，上基本的工作技能就是态度加个人的特质。专业者需要服务的热情、愿意学习的态度，加人际沟通的能力，这个叫无同的工作职务，培养无同的技术甲知识技能。譬如讲语言的能力、专业技术、煮食、调酒、解说能力、相关知识者、业务甲客户技巧者，中高阶层的工作就需要有顾客关系管理。组织营运、团队领导、现场规划、专案执行，这些较高层的职能，在观光产业中工作，就要先认同服务的观念，并且愿意投入时间和打拼。只要会当稳定，而且专心在工作当中，经过职涯的入门时期，要向上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代志。以饭店业为例，服务人员往往在2年到3年之间就会当升迁，成为领班，也是组长这种的中阶层主管人员，进一步发展家己的事业领域。动机、态度、工作性格，等于职场能力甲就业机会。投入观光产业，只要有心，就唔惊无工作。第二者，每一个人客拢是你学习的对象。各种专门的技术和知识的累积，拢是时间的磨练。第二者，甲会当尽家己的力量成就家己，同时嘛优化台湾的观光品质，就掌握在你的一念之间。